就做咗傻仔嘅，或者系咧中伏嘅，有人声称系被割韭菜嘅，就系嗰扎咧买咗几千蚊飞嗰啲球迷，个个咧就妈妈声啊，喺离开嘅现场嘅时候咧就好愤慨，但系咧亦都冇办法。嗱，其实呢种情况咧，你谂下，要美斯咁嘅身价，佢咁嘅价值，佢点会啊？因为咁傻湿碎嘅钱啊，要带伤上阵嚟去娱乐你哋呢班人啦、啊。嗱，呢种真系好难听嘅说话，但可能好多球迷妈妈声。但我想话俾呢个实际知，就算你哋俾咗几千蚊入场 ，so what？ 对于美斯嚟讲，呢啲价钱，如果你去过呢个欧洲或者系喺英超去睇波，呢、這个价钱简直系碎银嚟噶啦。系啦，睇波几千蚊入场，呢啲系湿湿碎噶，呢啲系每个礼拜喺英国啊，你炒黄牛飞都攞唔到嘅价钱嚟噶。系啦，曼联咧，曼联对利物浦啊，你去索下几多钱飞啊？车路士啊，喺呢度啊出亲啊，系嘛？嗰啲英国球迷平时有冇钱啊？买啤酒啊，或者咩？或者佢哋做蓝领啊、劳力阶层嗰啲工作一件事。张张飞随时啊，讲紧过万噶。你而家三几千算得乜嘢啊？即系未见过大蛇屙尿，始终都变，而家沦为一个中国普通城市啊嘛，系咪啊？